我们知道哈，民进党当然他们把蒋万安当做假想敌啊，认为说他可能下一届台湾的领导人选举他会出来，所以啊，他们现在想方设法去攻击蒋万安。何况攻击蒋万安的时候，媒体报道就好像他们很强力的啊，在跟国民党在对干，然后表示他很有责任，啊，对得起他的选民。但是每一回其实都打错目标了，我们知道。 在台湾哦，台北的灯会是非常受人欢迎的。那蒋万安当台北市长啊，他这一方面其实做得非常的完美。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会想方设法把啊这个灯区里面做出很多有优美中华文化的灯。那蒋万安这一次啊，他热心的接待了上海人的朋友，大家也非常清楚。 两岸双城论坛啊、哦，大家今年台北办，明年上海办，这样的交流啊、哦，行之有年。而且不管谁执政，啊、哦，他这种交流都一直在互相吸取经验啊。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上海的快速的进步，看到台北比较缓慢的成长。为什么会这样？啊、哦，因为台湾有非常多的官僚制度，或者很多政党他会扯后腿，所以让整个进步就看不到了。那这次他们来扯蒋万安。 台北的市民心知肚明，看了他们都替蒋万安讲话，那也知道民进党你就是要作秀嘛，你就故意来攻击蒋万安，来博取你们支持者对你的鼓掌。但是你们的支持者在台北市是比较少的，那他们对于啊两岸有双城论坛互相交流，啊、哦、甚至在民进党主政的时候，还能够有台北这一块干净的地区互相有交流。 他们觉得很满意啊，那我觉得蒋万安啊、哦，当然民进党视他为未来台湾领导人选举的敌人，会对他做非常多的批判，那这个不足为奇。可是也可以看到民进党这些人内心的害怕。